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姐。今天我们出来巡台，那今天呢是清晨，今天也是很冷啊。然后现在是早上大概六点了，已经六点了。然后我们又来这一场，这一场那个时候我这那一台，你不要都点我在。我们那一台有加那个加四，把它拿走鬼灭的一番赏，所以我现在还是有点想要小试一下，因为它还有前面还有加二可以送，那我们就先试这一台，等一下我们再去试。那前面第一台也是公仔台，因为它现在它还有一盒好打在那里面，然后它现在已经正门就已经在正门这里了，我想要试试看前推，翻过来，哎呦，那我直接甩后面把它全部撞过来了。刮刮刮，这个再让它躺一下。好，这样先来。直接的。嗯。摸得出来。啊，哎呦，我二收了，因为我带太小力吗？啊，不然就这样。哎，靠，你看二收乖乖。没有，它二收要很大力，你要拍很大力。看到我们的蝴蝶人，就想到他上去就这样溜走。说那一次啊，对啊，啊，超饱，超饱，啊，哈哈，超饱的哎，这个不会转转，啊哇，哇塞，好，他现在刚好露了一个屁股出来了，挖得到，屁股在哪？这里啊，哦，哪一只哦？对啊，喝到。合到出来，绝对出来！哎、欸、靠，出来，再一次，出来了吧？嗯，攻这一盒就对了，一宝，不理你，出，傻眼！哇塞，今天是霉运，今天不宜打这一台，喷了喷了，哎、欸、靠、嗯，这样还没喷，哇塞，你直接洗嘞！直接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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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了吧？不是，我觉得蝴蝶人会比较好打。是啊、喔。不给我二收三回。倒。三亿。不是三亿。是三亿啊。这没说加三亿。很自然。这个。过来一点。哎、欸，看，终于听话了哈！甩符做到最大一个宝，绝对拖。爆宝吗？哎呦，差一点！啊，还在还在，有了！哇！啊、再一次后盘。又来了！有了有了有了！又来了！有了有了有了！就说吧，后旁拜拜。说后旁拜拜。为什么要过电影呢？不说应该没过啊。我这有点轻。等一下，我那个前面一定要跟他拼到一个极致吧。出来一下嘛。好来了。来了来了，二收乖一点。后旁，有了吧？哇，他爆炸！这太轻了，真的太轻了。哎哎哎，不收不收。哇塞！不会去，因为我觉得这打下去有可能会去吃饱，但是还好我们后面补了300，还好。好了，等于是900块打的这一盒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去打我们那个要刚刚要打的第一台。嗯。上来，差一点上来。上来。上来。哎呦，打出货！哎、欸，他懒得到，懒得到，懒得到！哇！哎、欸、哎哎哎！呦呦呦呦呦！来喽！来喽！回来！爽啊！刚刚那个回来了、啊，终究还是我的呗，是我的还是我的？哦、oh. ，这个后旁下放，是吗？他这一台是后，可以后旁吗？它这台下放了，但是你要后捧得到啊。这台很明显是下放的，吃到一下，站着，卡爪，
飞啊！哎呦，差一点，有点难做出来。来，脱钩。哎，他跑走了，他扭挖出一个洞了。其实他这一台不难打，他这一台要那个。一直挡，那这个我先抓出来一下。放。哎呦，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，因为它很明显那个感觉，它其实没什么上停。算了。来转位。这只牛射出来吧。帅了，转位来了。这转位还可以。来哦，这个要一个。要几只宝？来了，还有了，来了，还有了，嘻嘿嘿，再补一点，邪恶的表情，哎，各种补血，刚那一横九百，回来了呗，哦，很需要刚才那个姿势啊，再来啊，你看，现在他这一台很好打，秒杀，很多都会秒杀，哎呦，啊这怎么办？他这一台有一个好处，我刚好看到，什么好处？这样子，它可以前进，这样可以前进。它可以合到底，它会吃。它比如说像这样子，合到底，它会吃。可是它这样太宽了，是不是？还好。它，你看它会吃，出了。啊！看，水。老板吃这一盒。这一盒你可以再这样吃，你看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过来。现在这一台其实很好打。因为它会一直吃到底，一直吃到底，就一直拉。它很好拉哎、欸。它很好拉，因为它就是重点，它不会开掉，它会下去就是合到最底，所以它很好拉。我拉一下这一盒试试看，会不会把东西往前推？哇，推不动。我现在先拼后盘，这一个这一只。哎、欸，直接有来了，拼一个后盘。出了。有了。有了，再补，这一盒又补，回来了哦，全部回来了，他们通通回来了。来，这个可能不能这样子，可以，很斜很歪。你看，但是它会拖过来。它这台的好处是这样子，它应该直直的站前面。那不，其实我觉得会出这个角度。真的吗？歪掉，它转。转的。我要一转这样。我们要做一个45度斜转，就斜丢，这样子有没有？啊，它不行，左右不对。挖出来。它左位对的话，就可以用一个斜抖一下过去就好，但是不要转，这样子对吗？这样子还行，抖一下插到合到啊，没合到，没插进去，哎，越来越正了哦。这个左位更漂亮了，哎，来了，就这个左位了，来出了。哦，你有办法站着，你好屌哦，飞不到，飞得到吗？哦，飞得到，再补，这盒又补，全部都少少出哎。对啊，哎，我先拿出来，不然等一下。哎，你的框很多清掉了哎。对啊，防御都清掉了，瞬间。你要不要加送？等一下加送有病鬼啊！他假的是如果再送个一番赏有病鬼啊！完全，这一台完全不知道怎么补回来了。刚刚标准说拿下来，对啊，拿下来。但是他这种，我刚刚不是都做一种很奇怪的前推，那种前推很难算它的拍数，就像这一种有没有？这样子，你要一直抖，一种，那种是一种手感，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那种啊，晚拍算是晚拍，这种晚拍的感觉。再来呢，要攻哪只？这只啊，这只要过来，把它全包一下，因为它也不太，它丢、欸、来了，它丢感，这角度可以，先拉，再拉，然后这个又是一个很奇怪的前推，这样，放，要不然这样子，顶它、这个是以前的一种打法，以前才有办法做这种，这个叫对点吧，对点，一直对点，但是。后面的台子几乎没办法这样子打，因为爪子会开掉啊。就算你提前二收也没什么用。你看这种就是都吃到底过来，所以它算薄型吗？很薄啊，只是先我们缺点是东西啦，
东西越来越少，滑一下，全重哦，全包外丢，是吗？嗯，我给你看哦。哎，是屁股。一、二，微外丢，再包。对，是。来，丢更大力了。吃屁股？有没有很明显？因为刚刚那一下，我们上是要吃屁股啊。对，要吃屁股。那它这个角度可以吃屁股吗？对不？看。哦哦哦，对哦。哎，不用吃屁股。它这是这个台子的好处，等一下只要滑到捏宝起来就是出了。它的缺标准盒的缺点就是比宽盒。在宽的比较高，你比较好推到，但是这个你要算好爪位，没算好的话就吃宽了。啊，爪位？这爪位不对，爪位过不来。没有爪位。但是这个爪位其实可以。是吗？嗯，你看哦。啊，滑掉了。滑下去了，要不然这样包屁股。不要不要，他已经到洞口了，就要跟他拼那个刺头，不然他丢正门其实也好。哦，脊翅膀有了。哦，脊翅膀有了。嘿嘿嘿嘿，下放舒服毯。我们再把那一只，如果再把那一只打出来的话，就结束。因为如果我们要挖到里面去的话，我觉得有一点伤了。甩不给我呢哈，一样脊翅膀出。差一点。哎、欸。哎呦。后旁放啊，来了，有了，谢谢。哎、欸，这盒悟空，我、哦、是我一盒最倔了。来了，飞！我、哦、靠，悟空，那妈的鸡！来哦，对点，合到底。哎、欸，出了，谢谢。啊，真的，要够饱吗？真是的哦。好，滑下去。哎、欸，有了。飞呀！啊，这盒跟你有仇哎！哇，干！干！我这被这盒搞死啊！我好了没？好了，吃饱。我们前面很开心。前面很开心，结果现在要吃一饱了，傻眼。那是因为悟空。哎，被那只悟空给气死了。爱玩的下场。嗯，早知道那只悟空不打，我们那个出来就要结束了。那只牛打完就结束了，打什么悟空？点呢、啊？把它点到出来为止，它爪力够强。再点。哎呦！吓死我了！还好它这个二收还算灵敏，刚刚不像那一台。那一台。如果是那一台的话，我就拜拜了啊！我来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哇！拖，没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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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了。后旁吗？嗯，后旁。几只后旁？原出，哎、欸，那架掉，再吸过来，哎、欸，现在当初感觉可以吸，但它顶多就是横移啊，它没办法，它没办法吸到出货、啊，吃不到它另外一脚，对，被悟空挡住，你看，都是悟空害的，又是悟空，真是。哎呦，扳正哦，打到悟空掉下来。哦，不是后排。嗯。来了。出啊！来了。出啊！哦，终于。还好悟空做事了，悟空做事了。你终于做事了，终于有用了。还好他最后有用就好。既然你有用的话，就一起出来吧。这个臭悟空。我就这些打完了，他没出来就算了。吸着波的，吸着波的贴近，再给他一个宝。好，有波近的。好，最近的、哦。哎、欸、呦，吃到！哎、欸、呦，吃到！哦，爽！这时候悟空才要出来，是不是？哦，原来悟空他是最后的主角，主角就是他了。他真的是最后一盒出来的。对，舒服啊。哎、欸，一个1080好像也 OK 啊 ，OK 啊，1080我们你看，我们这一盒才打70来吗？我给我看，一幕在70来80，然后悟空10、20、30、40左右，20、30、40，
OK 啊，我们等于1010啊，等于我们现在打三盒，1100多打三盒，2100。OK， 度，这就是一个字，度。草皮，草皮。哎，五红。米豆子，今天我们打八盒，哎，这一台打八盒，然后前面少少出，少少出，大概少少出，这个也少少出，然后后面那牛300差不多，牛300左右，然后这个吃了一个1080，再打了大概100块左右，嗯 ，OK OK 啊 ，OK 要再抽吗？上次是抽米豆子，那你上次又有抽，都抽出去啊，反正频道也是有赚钱的嘛，有赚钱的话，我们就是要回馈给观众嘛。所以我都一直尽可能的抽奖，就是想说要回馈更多送悟空好了。对啊，就他，我们这次抽奖就抽这个悟空送给大家。然后今年我会开启我的那个会员频道，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无私奉献，他就哎、欸、好，那我来帮你一下。一样施舍你。啊，施舍我也好，无所谓，我接受施舍。啊，好厉害，分你单三呢、嗯？就希望大家能够有意愿的话也可以加入。会员频道，那我们就之后看能不能再多办一些抽奖。好，我也是希望真的能够一直越常抽。其实我已经很算抽奖很频繁了，但是我希望再可以再更频繁一点。嗯，让大家无时无刻看影片都有东西可以拿，又有抽奖的那种刺激感、那种期待感。嗯，我觉得这是很好的，因为毕竟有得要有舍才有得嘛，有得才有舍，有舍再有得。哎、欸，差不多意思。差不多。那我们这次就抽奖抽这个悟空送给大家。好，那这个悟空的抽奖方法一样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